大家现在想想看，三仔当初不顾妻子反对离开儿子来到伊拉克，不仅遭遇战事麻烦，而且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后院已经起火，媳妇儿给他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。金眼目标被抓获，新兵班的任务也暂告一段落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已经完结，敬请期待下一期新兵担子运送俘虏遭遇游击队大规模围剿，下期见。